现在给蜜蜂装上它的触角。首先我们把它穿上这个，穿在这个红针上面。把这个线也一起穿过来。这个触角装在哪个位置呢？从这个翅膀这里有两个黄色的，这里在中间，这边的话从这个黄色针开始数，一二三四五，装在第四跟第五的这个距离里面，一二三四，把它这样子穿过来。先把它拉紧线，之后拉紧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线从同一个针孔里面，再把它穿着，把它这个线藏起来，藏到后面去。线没有穿过，拿过去，这里再重新穿一下。这个蜜蜂的一个触角我们已经装好，把这个线头剪掉。装好之后，我们接着装下一个触角。下一个触角，这里是一二三第四针的下面这个旁边，第四针跟第五针的距离。那这边我们也是一样，第四针一二三四，我们先装上这个线。这个短的这个线就不装线，先装长的。你看，从这边这个针，这里中间有两个，这边这个。以这边为准，这边这个以这边为准，一二三四，第四针在这个针目里面，先从这里拉过来先，拉过来，我们把这个长的线先把它藏到后面去先。过去，接着这个针，这个线比较短，那我们这个针先装好，就是把这个线从这个针孔里面穿过，直接把它拉过去。这个蜜蜂的这个。两个触角也装好，把它剪掉线头。放进来。触角装好之后，我们还是用胶把它固定一下，在这个边边上打一点点胶，在触角的这个侧面这个边边上打一点点胶。折下来，粘住，粘到这个胶上面。这个触角已经粘好了，那我们这个触角也还是一样的，要粘一点点胶。这个触角在这个边上，也要打一点点胶。不用太多，打一点点就可以，它就能粘住这个触角。好了，
分这两个触角。